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5月18号，星期六，是农历4月14号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哎，请讲。师傅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请讲吧。啊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看一个87年属兔的男的。87年是吧？嗯。对。想看什么讲吧。他念经。想看。看看他的事业。嗯。他的事业更好的话，需要属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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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7年属兔子的男的。嗯，不好啊，事业不好啊。对，现在有阻碍，你知道吗？有两个人阻碍他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啊、师傅讲的太对了。嗯，对。两个人阻碍他，你要叫他、要叫他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啊，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方位啊。就是，嗯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不要去跟人家争斗啊。嗯，对，好的。好吧，嗯、然后自己跟可以跟人家说，就是说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就说好像我、好像说不许跟人家争一样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哦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呢？小房子要84张啊。84张，放生呢？放生250条。250条，他哪个方位有财呢？还方位有才呢，叫他好好念经了。我看他气场都不好，念经都不好好念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师傅说的太对了。他天天给师傅放生，可能放生的比较多。就是念经不好好念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对，好，对的，对的。感恩师傅。师傅看一个1981年属鸡的女的，看一下她的工作。81年女的是吧？嗯。对，属鸡的女的。他在找工作。啊，他找得到的。嗯。哦，大概在什么时候可以找得到呢？你叫他好好念准提神咒啊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好吧，叫他打扮不要这么邋里邋遢的。对的对的，师傅讲的太对了、太对了。稍微弄得整齐点的、就永远他妈弄个邋里邋遢的那个样子，谁要他？你就做个普通工包装工，人家都不要他。师傅讲的太对了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呢？他找到合适的工作的话，叫他好好念经啊，念准提神咒，准提神咒，念礼佛，礼佛要念83遍，叫他83遍，哎，叫他许愿不能吃活的东西了。他吃全素了，师傅。那就是叫他不要乱看东西啊。好的好的。我现在看他身上的浊气很重。所以他找不到。对的，师傅说的太对了。傻嘛，只有傻，傻了嘛还要不卖账，人傻一点就算了，傻了还不卖账，脾气嘛还倔得不得了。对的，太对了。嗯。他是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。高不成低不就，听不懂啊。对的，他这个需要配合小房子和放生嘛，师傅。要的呀。工作这个问题。要的呀。大概要多少啊？小房子我不是刚才已经讲了，讲了吗？啊，没讲，师傅，对不起。啊，59张。59张小房子放生的。放生300条。嗯。放生300条啊，师傅慈悲，还能看个莲花吗？7235。在。在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。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，再见。哎，人生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人生苦难无穷啊，就是自己啊平时不努力。你说你问师傅，你说师傅我怎么样考试考得好一点，平时用功呀，做功课呀，师傅啊我怎么样能够啊人身体好一点，那锻炼呀，师傅啊我怎么样能够有点钱，那你好好的静静努力呀，全是靠自己得来的，不是说你求来的，菩萨也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愿望给你的，不可能的，菩萨也是因为你自己努力的你才得到的呀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努力，每个人都要自己精进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自己只要做不到，就不要去啊，不要去追啊，去求啊，求到后来嘛就求不到了呀。为什么很多人比方说像他们有时候打电话
有些人就是坚持打打打，他总有一天打进来了。那有些人呢，一看，哎呦，总打不通，总打不通，他就不打了。不打嘛，你永远打不通呀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嗯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，讲吧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84年的鼠。女的，男的啦？是我自己，女的。84年的鼠，想看什么讲吧。我想看我腿部的业障，就脚踝那部分。看到了，哎呦，还有静脉曲张，血脉不通啊。嗯，对，是我师傅，是我心脏的问题，还是我那我梦到好像有药精者？有啊，药精者也有。你的腿部的确不好，你的血根本下不去啊。对，胀。胀痛。嗯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经常有肿啊。嗯。对，上次新加坡法会回来，我就明显感觉，而且当晚梦到一个药精的踢那个部位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嗯、我就跟你讲了，自己要当心了、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我怎么去注意这方面？你现在赶快把小房子念呀、啊，先念36章呀、啊。我取了49章，当晚做完梦之后。念掉了吧？还没有。还没有念了，刚开始念了7期，两个七。赶快啊，念掉嘛就好了。是哪方面的师傅能开示一下吗？这个男的呀，一个男是情债对不对？哎，而且这个男的过去还修过心的。哦，所以怨结比较重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他就不放过你，而且他还懂呢。哦，那我师傅，我礼佛要怎么忏悔这件事情？礼佛就念49遍嘛就好了。好，针对这件事情念49遍礼佛，哎、我学了49张小房子。你用过他很多东西。他现在告诉我他用过他很多东西，这个人应该现在已经是突发事件走掉了。是这辈子的吗？我看像这辈子的。这辈子的呀。等等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不像啊，穿的像武松打虎那种衣服，像武松那个时候年代的衣服。哦，上辈子的。嗯。嗯，好，我因为做过好几次梦，我感觉这方面业障挺重的。非常重。嗯。你这辈子也有一个，这个人跟你断掉之后，他曾经去找过人，就是问能不能把你拉回来。嗯，下杠头哦，不是。啊，下杠头嘛，这是后来呀、啊，你不理他们，他就下来。开始嘛，想去问呀，想去问问有没有情，有没有办法。是我这辈子的。嗯，是啊。是我这辈子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忏悔。要不要晚上叫他过来看看？不要。哦，他是这辈子的，是已经过世了，是不是？对啦，被车祸压死的，一个男的，眉毛蛮浓的，个子蛮高的，背稍微有点驼，会不会是你小学里的老师啊什么？因为我看到好像有一个小女孩在他边上，比较小。像我是体育老师有不啦？我又不认识你，我也没看到你这个形象。我体育老师印象中是个女的。嗯，有没有男的啦？历史的。上课上历史的，很幽默的，很幽默的，很喜欢我的老师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自己好好修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好好给他念嘛就好了。你知道了怎么样？我要叫他到你梦里来，你又不愿意。师傅，我错了。你有什么好问的啦？你好好给他念嘛就是了。好，师傅，能看一下我的心脏和肠胃吗？肠胃左面不好。左面不好。你的那个脾脏也不好。对。吃东西不消化，吃到凉的肚子就马上就不舒服。对，最近特别明显。心脏跳动比较微弱，脉搏很微弱，经常就是像无力一样的，心脏无力，所以你的手和脚都会发麻。对，尤其是早上，嗯，嗯，你自己好自为之了，你赶快呀、啊，要活血，要化瘀。我师傅，我是不是也要吃丹参片？要，你这心脏我也吃，是单复方丹参还是丹参？你没有血压高的，你吃丹参片吧。丹参片对不对、嗯？有血压高吃复方。嗯。那我现在肠胃不好，是师傅一直说消杀养胃丸是不是？是胃不好嘛，消杀养胃丸比较好。消杀养胃，我也吃一点、嗯、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你吃了之后马上就缓和你的肠胃了。你的左面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看看那个地方好像很多闪灵哦。哎呦，所以海鲜你吃过很多，哎。师傅，上次你看过，说我腰部有一圈是小时候吃的田螺。哎、你看了吗？之后，
您帮我念的小房子你念完了，还有1800遍的往生我也念完了，还你现在还有鱼啊，还有鱼在肚子前面，还有鱼啊，嗯，我看看大概看一看，不这么多怎么弄啊，至少100条，还有这么多，嗯，一条嘛念一遍往生咒或者三遍嘛保险一点，一遍嘛差不多，好的，好吧，100多条，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再问一个我的工作，好好念经了，准提神咒，不要太彪，眼睛嘛斜视人家的，看不起人家，不要这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自己嘛太爱打扮了呀，嗯，前面那个佛友们太不爱打扮，邋里邋遢的，所以找不到工作，你们这太彪了呀，眼睛不是，是师傅以前说我邋里邋遢的，我就稍微现在注意了一点，邋里邋遢你都邋得还好，现在蛮好的嘛，头发啊，头发什么衣服还都可以啊，嗯，短头发啊，感恩师傅，帮我看一个佛友，62年的虎，上次师傅您开了300多张小房，他已经念完了，他想问一下有没有过关过节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2年的虎女，差不多过关了，嗯，过了，他的腰背特别不好，还会有一个小节，针对这个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会被人家指着骂，嗯，责骂的呀。好了好了，没有时间了，给你太多了。感恩师傅，感恩。再见再见。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Hello。喂。Hello。你好，请讲啊。Hello， 你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啊！你找个安静。哎，台长，抱歉，我以为你什么嘛？我以为你已经没啊，听节目做完了。你看啊，台长干嘛看那个1983年啊属猪的女孩子，看她的啊业障有多少？业障有24。然后小房子要几多啊？86张。小张86张，放生呢，台长？放生280条。哎，台长，抱歉，那天你来新加坡都没有机会去跟你打招呼，真的是对不起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台长，还有跟我看一个啊，亡人。讲啊，吴亚兰。口中无上面这个无，无中完啊，中完西亚的亚，兰花的兰。看什么讲吧？没有，这个亡人在那里，要小房子还要几张？啊，这人投胎了。啊，这人投胎了，不用再念小房子了。没用了，没用了。啊，没有用了，是吧？掉了，走掉了。哦 ，OK， 还有一个台长，抱歉啊，啊，一个啊，1963年的兔子男孩子，问身体和肝脏。体质非常虚弱。啊。体质非常虚弱。啊。然后呢，肝脏有肝腹水，啊，这孩子的肝非常不好。哦，这孩子肝这没有，这个是63年的兔子来的，对 啊， 中年人来的，对啊，中年人，肝脏非常不好，哦，肝脏非常不好啦，嗯，哦，那要几张小房子？你要现在的肝脏不是说一点点不好，他的肝脏里面有水呀，啊啊，哦，还是要几张小房子？要放生几多？68张啊。请问台长啊，可以再问多一个亡人吗？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这个声音太吵了，下次吧。好了，再见。好，感恩你慈悲，台长 ，OK， 拜拜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声音太吵了，吵得来怎么办呢？来，快点抓紧时间，嗯，最后一个。好，赶快抓紧时间。感恩观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哎，师傅听得到？听得到，讲吧。师傅，我要帮我同修问啊，他是74年属虎的。然后那想问啊，犹豫他跟一个78年马的，男的女的，他是男的女的，
你的同修他是78年马年，跟一位74年虎的，他最快几时能恢复有益呢？需要念什么经文呢？念姐姐咒呀。姐姐咒几遍，然后要多久呢？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到恢复有益啊。会很难的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他们这次是蛮伤的，嗯。哦哦，好的好的。很伤了，嗯，非常伤。感恩师傅，同修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，我可以问我自己吗？快点快点，没时间了。82年属马的，然后师傅，我明年可以拜师吗？82年属马的，哦，还可以，蛮好，可以拜师，嗯。可以拜师，是师傅，我业障比例多少呢？那比例你这个人良心蛮好的，24啊。24，哇，又提了，我本来是17的。哦，你已经本来是17啊。对，现在又加了。那你就说明你最近没有好好修啊。嗯。对啊对啊，因为我现在上班和小房子练的比较少了。哦，你看。业障一会儿就起来了。好了。对对，师傅。感觉是我还缺几张小房子。你再念啊，继续念，还要念65张。65章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还需要怎么来修正我自己呢？天天想一想自己做的如理不如理，如法不如法，不要去占人家便宜。你的毛病就是占人家便宜，听不懂啊？哦，知道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师傅自己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再见，感恩师傅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